现在要马上就要看我了。接下来请出亚历山大和我一起把这首《金色日落》送给大家。我最害怕的地方就是在爬电影的时候，有几次一直弹错爬音。我希望演出的时候不会来这个错。这首曲子难度其实蛮高的，比较难的部分都在亚历山大手上，再加上要听别人和听自己的时候，只要不够专注，钢琴就是会弹错。本来一直是妈妈跟我一起练琴，经过她也很辛苦。我希望爸爸妈妈可以看到我这样的努力，我希望他会满意。Thank you.
我很开心的时候，我会有很响的叫声。爸爸妈妈，我爱你。我觉得亚历山大这个孩子真的很了不起，每一次他都表现得非常的稳定。其实今天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非常的疲惫，但是上了台依旧很棒。